没带错东西吧？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作为一个偶像，你平时日程肯定很满，那为什么要选择坐火车而不是飞机跟船？因为我平常从一开始就特别的恐高，一是恐高，二是不敢坐飞机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坐火车了。虽然比较浪费时间，但是，哎，怎么说呢，心里紧张呗，还是坐不了。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杭州东站，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杭州东站。要在杭州东站下车的旅客，请提前收拾好您的行李物品，做好下车准备。杭州东站驾到吗？杭州东站驾到了，驾到了，驾到了。我去上学了。加油！Yeah.